机管局在环保方面花了不少功夫，目的是建设全球最环保机场。首先讲下减碳，在2010年我们定下五年目标，将机场的碳强度减少 25%。 我们同40个机场业务伙伴一起合作，已经在2015年成功达成目标了。其中一个主要的减碳措施就是在客运大楼更换了10万盏 LED 灯，每年可以节省1820万度电，相当于减少11500公吨碳排放。在处理废物方面，我们除了在机场收集厨余加工成为余粮之外，亦同惜食堂合作回收食物。上年我们就收集了36公吨食物，制成超过25000个饭盒，派发给香港的弱势社群。想知多啲我哋嘅环保表演，上呢个网址睇下我哋最新出版嘅可持续发展报告啦。